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加持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772面，咱对第四行看起，这是一个段落啊。应坤修行以下，表为究竟理理，诸家觉他，但当遵循佛语，坚持经法，精勤修习，永不佛恩，随顺五教，同好有佛，常念师恩三句，君子遵守正道，依教奉行。头前咱学到即地啊，佛的第三句话，随顺五教。为什么要随顺呢？现代人以后听到这句话，看到这句文字，拢会有这个疑问：我为什么要随顺呢？同好有佛，为什么好佛？啊，相念师恩，师对我有什么恩？现在拢是问题啊！整个世界拢趋向商业化，老师都较无温，老师教学我是有用学费的，咱是咧做买卖啊，伊是卖方，我是买方，有啥问题咧？所以啊，今仔日传统文化跟佛陀教育的推行，障碍就太大了。啊，随顺五教了。释迦牟尼佛是咧教什么？释迦牟尼佛所教，拢是自性的流露。那随顺佛陀的教诲，是随顺性德啊。这话敢真正呢？有贵人听有啊，有贵人会相信呢？千真万确啊！不过现在人比古人呢，对这方面接受的能力差距是非常的大。啊，基本的一个观念，中国人、印度人知影。那中国人基本的观念是人性本善，啊，过去囡仔读这三字经，第一句话就是讲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呐。人性本善啊，
千万年前，咱的老祖宗肯定承认咯。啊，即句话内底所含的深意，就是人人拢是圣人，人人拢是贤人。啊，佛陀教导咱，讲得更加究竟，更加圆满。佛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啦。讲得更加直接啊！哇，一句话讲，人人拢应当成佛，拢应当成菩萨啦，你就完全正确咯。然后教导咱的是什么呢？教咱回头是干啦，回头你就是佛，你就是菩萨。这敢未随顺呢？无随顺，你永远未当回头。只要你肯回头，无随顺嘛是会随顺。啊，佛菩萨无家己啊，无偶像，无人像，无众生像啊，无受者像。佛菩萨无名利，你拜贴你，你不管你亲近你，只要你回头，只要你回归自性啊，回归本心。佛菩萨无家己啊，啊，这部经内底就讲得真清楚了。真正家己无形象，跟现代科学家所发现的完全同款。啊，真正家己。无物质现象，无精神现象，嘛无自然现象，这是自性。自性什么都不是，自性人性一切法啦，一切法不离自性啊。你我拢也是讲这个自性，无分别的。所以明心见性的人，心内啊都无明文利用的概念，永远是平静的，永远是清净的。这丝毫的执着都拢无。所以啊，随顺我教啊，就是随顺自性啊。用个人讲的啊，随顺本心啊，或是本格，随顺本格啊，就是这意思。那东号五佛，号是什么意思呢？好是一体啊，啊，中国文字，这个文字是回忆啊，叫你看了这个符号，体会来对意思。顶面是老，下面是住，你对家去体会。啊，顶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，这叫做好啊。啊，顶一代要有顶一代，下一代要有下一代，这个意思就是表示变化界、虚空界是一体啊。
过去未来是一体，这对时间来讲，对空间来讲呢，十方三世是一体，真正一点拢无错。什么是我？十方三世过去未来，拢总是我。那近代的物理学家承认咯，伊那称这是最新的尖微科学，这拄拄啊起源，拄拄开始，叫做尖微。这个发现是新发现，现在也无啊推动啊全体来掠认识，就真少数的人认识。但是现在学习的人愈来愈多了，拢是佛的经典上讲的，一切法从心上生。那物质的时空、时间甲空间内面，伫佛法内底叫做变化界、虚空界。这里面变化无穷啊，为什么有变化呢？不讲啊，因为你有念头，伊就有变化；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啊，就会有变化。无分别啦，无执着，伊就无变化。就化界以正庄严，科学家发现了，伊是一个非常未稳定，是一个不可触摸的现象。刹那刹那之间，拢伫咧变化。诸佛的是无庄严土，化从世界，叫做世界无变化，但有现象无变化。这拢是佛的大乘经上讲的。唯心所现，其实世界是唯心所现。十法界内面，唯心所现以外，要有一个唯识所变啊，就是伊有意念存在，有念头就有变化。诸佛发心菩萨所具足的布土，就是布土。只有心现，无色变。因为在彼地人、彼个所在人，根本都不起心、不动念，无分别、无执着，所以彼个世界永恒不变啊，寿命无量啊。古德有讲，这寿命是有量的无量，拢会爱说明咯。诸佛十宝庄严土安怎来呢？心现的呀，真心，真心。都是自性啊，都是经中所讲的相即空，即内底什么都拢无，什么拢无，那会现象呢？即件代志，咱伫头前拢有学过咯，
常常提出来温习一下，为什么伊太重要了？这就是《法华经》上所讲的，诸佛如来知见啊，叫做佛知佛见啊。这个知见是正确的啊，咱凡夫知见是错误的啊。知见就是思想和境界啊。人拢把什么物件拢想错，拢看错了。而佛知佛见就是正确的，你回归自性，你的知见就是佛知佛见啦。佛是天地觉悟的人，伊的看法、想法是正确的，一点仔错误都无。然而知影事实真相，变化界、虚空界都是我。只有一个我，除我以外，什么都无。这是真我，这个身体不是我啊。会当思维想象的嘛，不是我。啊，变化界、虚空界，这是我啊。不然你先讲的，现代科学家嘛是安尼先讲，这是德国普朗克带头，那医生研究的结论。真正伊个物质是虾米个代志，弄清楚咯，那讲清楚咯，物质是安怎呢？是意念累积产生的幻想，伊唔是真的啊。所以物质现象总是随着咱念头的变啊。那每一个人的身体念头都亲像是一个无线电的发布机，那信息永远都无知识的传播出去啊。那传播速度有偌紧呢？一秒钟1600条次啊，频率是一秒钟1600条的这速度发出去。啊，咱当时嘛是收报机，嘛伫这款的速度下面，接受着变化界、虚空界，所有一切意念。啊，意念的感应非常灵敏。现在人伫咧讲个啊，心电感应啊，心灵的感应，善甲善相感应，恶甲恶相感应啊。啊，那发出去的是恶念，引导变化界、虚空界，遐恶念拢来我遮，所以今仔地球变成这款呢，这都是灾难。实在讲到是这款道理啊，这个、道理近代物理学家因相信啊。美国的布莱丁竟然讲咯。去年8月在悉尼科学会议上讲的啊，应对
2012蚊仔灾难预言方法，伊讲甲真好啊，跟佛经上讲的同款。伊希望地球上的居民在这灾难当中赶紧感悟精神啊，觉醒过来，去学用仙，觉邪归正，端正心念。你看这三句话，都会把这个灾难化解。那化解，而且会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这个走向。啊，是好事，唔是歹事啊！这个话有几个人听有呢？有几个人听了后会倾相信呢？好菩萨了解，真正修学大乘的人了解，会接受，会依教奉行啊。伊个动作真侪啊，有袂少拢翻作中文咯。我是看到真少部分的中文的这个翻译本，知影伊这理念，这是好啊。最近两三百年，科技完全向物质现象殖民岛。今仔日问题出现了，物质未当解决啦，所以这人发现啦，物质原来是意念形成的幻想。物质的基础就是意念，就是念头啊。你今仔用意念来解决物质的问题。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啊。那而且甲咱讲，少数人的政治政见，嘛会帮助多数人有正确的意见。这个道理，咱来了解。中国古人常讲呀，“邪不胜正”啊。少数人是正念，多数人邪念。少数人啊，这个少数人就会当保佑多数人。就算有灾难，未讲有大难啊。就到什么程度？哇，家计啊，算出来了，1%的平方根，那伊迄个时阵啊，算出来应该是伫10年前啊，这个世界上人口25亿，用这做总人口的这个。做你那1%的平方根，大概只有8500人。我就过来讲，这个地球上有8500人，政治政见，地球上灾难都会当化解啊。现在联合国的公布，今年年底地球人口高达70亿了。70亿1%的平方根，我相信较无9000人。这个世界上有9000人，都会救地球啊！这是啊，这是理论，
那事实呢，咱来去倒位去找这么多好人呢？会当啊，下地为邻的人呢？无得找啊！那我真正找会到，真正是有路用啊！会当对科学上来做实验。真叫录音，也我学习大成的啊，有60年咯，我知影，所有一切善念内底最善的念头，这个善念会当抵一般一般的善念，善中之善，无比这个较善呢。这个念头是什么呢？就是念阿弥陀佛，不是嘴念啊，嘴念无路用，哎，心念，心口一如啊，嘴念阿弥陀佛，心真正有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在哪位呢？《无量寿经》就是阿弥陀佛。你若想真正知影，就讲即句佛号的功德呢？即句佛号的力量呢？佛家所讲的能量啊，这意念的能量，你得认真学习就破经。那这破经，这摆咱讲了。1000多小时，讲了1100多小时。啊，那你讲落去，我估计全经讲完大概1300小时，会当讲完。啊，一天讲4小时。一年讲一波啊，真正用心听，符合印光大师所讲的条件，心境，咱要有10分的心境心，20分的心境心。都听有啊，无心静心听无啊。啊，听这部经袂当讲无好处啊。阿赖耶内面啊，种一个善根，在这一生当中会起作用。这是阿赖耶内对有经济啊。来生后世会起作用啊，无伫这一生，这一生都爱固着10分的心境，这一生都会起作用。啊，肯定帮助你，你啊意念的能量产生真大的力量啊，这个力量。会当改变家己，啊，那改变家己，会当改变咱啊居住的环境。世界遇到更加大的灾难，不是无方法解决，有啊。有非常完满解决的理论，有非常踏实的方法。你不相信，一点么办法都无。信为道源功德母啊！信那是世出世间一切法。最基础的能量啊，
有信心就会有成就，无信心什么成就都无可能啊。现在啊，这个世间的危机，真正危机，实在讲，是咱信心丧失去了。啊，咱去问咱周边的人，你问伊讲有信心无？伊相信家己无？有相信父母，有相信兄弟，有相信老师，拢嘛无信心嘛。有相信宗教无？唔敢相信啦。相信圣灵无？圣灵过去哦。讲圣灵遐个物件无适合现代啊，佮袂体袂着时代。信心是真正的危机啊。玛雅灾难预言不是真正的危机，是信心无了，比那个危机还更加严重啊。不知道有大多少倍了，所以这经文呢，必须来解释清楚，随顺自性。当效佛是你应当知影的变化界、虚空界，甲家己是一体啊。你有爱家己无？那众生的家己是伊，不是你啊。所以真正自爱者，也爱一切众生。未爱一切众生的人，绝对未爱家己啊。伊个爱家己，拢是自私自利，伊毋是爱啊。佛法啦，叫做啊精进。伊无了解爱啊，完全迷失了性德啊。相念是恩，老师先知识教导咱，无伊的教导，咱哪会知影讲这些事实真相啊？一个人的一生。父母的恩最大，老师的恩甲父母拢同款。在中国古代，社会上，甲老师的恩德，甲父母的恩德，看作平等的。最明显的对称呼的会当体现出来。古早时阵，一个人有名有利，咱讲名利啊，名是名，利是利啊，名是父母好的啊，一生会当啊改变的。改变就是大不好。一生清明就父母，你啊做到宰相，皇帝跟你啊见面拢清你的字，无清名，尊重你啊。如果清你的名，你犯罪了，你判刑了，
这个时阵，伊称呼你的名，称你的名，对你一点也无客气咯，是要责备你啊？称你是对你恭敬，我一生除了父母称名以外，老师称你的名。老师的地位跟父母是平等的。佛法上讲，心名呢，得自父母；慧名得自老师。老师对待学生的看法，比家己理路看个更加重。全心全力啊，要个学生教会好，无私心吗？古早时阵参加考试，考古人、考进士，这个老师教的学生。考中咯，因家己后生无考中，人对老师拢赞叹啦。这个、老师学生教个真好啊！如果家己后生若考中，所有学生无一个考中，这个、老师伫这个地区都无面子咯。人批评有私心吗？你看伊对后生教的考中，其他人拢考袂掉。也伊伫即地啊，甚至袂当立足，就亏啊！啊，老师问的，敢袂当毋知影？你问伊则会报恩啊，毋知问的。伊就未讲有报恩的这个念头，现在无人咧教咯。现在人拢唔知啊，父母恩、老师的恩，这是较早先人教，父母甲老师互相来教。啊，父母的恩。老师来教学生，甲你讲，父母是安怎的辛苦，甲你饲大汉的啊？安怎来爱护你啊？你的期望，学生才明白啊。转去啊，才知影通孝顺父母啊。老师的恩呢？爱父母教，教我来教，这个人才完全明白啊！啊，父母的儿女的面前啊，歹势讲，我是你的老父母啊，你来孝顺我。伊话倒转来问讲，我为什么孝顺你呢？即讲未出嘴啊，老师也未当讲，啊你是我的学生，你着爱尊重我，讲未出嘴。父母教，父母教儿女尊师重道啊，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啊，现在无人教了。父母无教子女尊师重道，学校老师也无咧教学生啊孝顺父母，所以今仔日社会不好不敬啊！啊，伫古早时阵呢，社会呢，所有一切不善，所有一切混乱。
根源是什么呢？就是人啊，不孝不敬啊，这是根啊，嘛是一切灾难的根，也是一切麻烦的根。那现在这社会是什么社会呢？根派去咯，要他救，无把他救啊！就像以前李老师讲的，李老师常讲，不是讲一摆，伊讲今仔日的社会，诸佛菩萨、神仙下凡。也未当救啊！这什么意思？军派咯，中国对这个军做分了200年啊，200年前家家重视啊，人人知影。这200年后，无人知影咯。无人来讲咯，啊，祖先传落来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，无论我想数以不得，无人来讲咯。去年我伫台湾伊水去，看到高雄的这个街路，也有八德路，也有四维路，也有英，忠孝仁爱，正义和平。做归来这个名称，但是无人咧讲咯。为什么叫八德？唔知人真多啊。什么叫四维？唔知人够卡多啊。郭林对这非常的重视，这的传统文化，用艺术的方法给表达出来啊！广泛的在咧推动。中国的戏剧、音乐、舞蹈，伊的内容拢是这四科。因为古早时阵学校少，靠什么来推动呢？就爱靠这个活动。做你家你在艺术的表演，表演的内容忠孝节义，啊，仁义道德，表演这个啊，唔捌字的人，唔捌读书的人。怎样做人？讲道德，遵守仁义啊！啊，读书立说，嘛是宣扬
在传统文化，万千万年，这一百年当中，疏忽了，无重视啊，有讲无行呢啊！你话讲这是无法啦，万千万国到现在啊，这是一百年当中，讲的人就拢无了。你佛法叫做灭法，法无咯。现在若想要恢复，都要慢慢起来啊。对灭法恢复到灭法啦，灭法恢复到上法，上法再佫恢复到正法。要偌侪时间，至少都要四代以上，才会当恢复啊！咱要安怎努力？伊咱这代是绝对看袂着，这才会知影。啊，咱家己把传统文化经济保存落去。卖会断灭，会传一个人、两个人，心会相传啦。看起来是小事，但是新型的事业啊，以历史文化传承方面，这大事，这不是小事。无人知影，秘密无闻啊！认真努力伫学习，大声成就家己，家己这一生行的路，圣贤之道啊！而佛呢，佛菩萨之道，大圣道。这三句话真正明了，真正了解了。三句呢，能够刷落去看，君子遵守重道，依教奉行。啊，只有师道。会帮助传统文化大行正教啊，未去灭绝啦。只要有一两个人真正啊认真的学，正法会当啊慢慢的长驻世间啦。历代兴林。可私心自用，违背本师，离经叛道。那是这款呢？这就是私心自用咯。圣贤教育就得要断去咯，不要紧，有我滴。我处理代志，这叫做私心自用啊！看起来、听起来，那就是对。其实有这能力真正去进行道统无？未当啊！进行一个老干是心机啊，这是个性啊。中国传统文化就亲像青年古树啊，新树
3000年以上，改称作神州。伊发神机啊，开神叶，开神花，这成团啦、啊。你唔是虾米咧？啊，这个无爱了，我伫另外一个所在，佫生一个机出来，你叫私心自用咯。那是违背本书啊！你经还到，伊家己要变家己的一套啊！用家己的低见来解释佛经，家己是妄心啊，唔是真心。佛所讲的经是用什么心流露出来呢？真心，无起心动念，无分别执着，清净平等觉内面流出来。啊，那有自私自利啊，那有名闻利用啊，那有贪嗔痴慢啊，那用这个心来解释。圣贤经典就解错了，不是如来真实义啊，是我的意思啊，是你的意思，是的意思，不是如来真实义。啊，如果我完全不爱知哦，我建立一个新的学说。这拢是属于自心自用，你家己建立的敢会讲超过啊别人呢？袂当啊！所以心你要肯定，你要承认，绝对袂当。你要想看卖为什么袂当呢？人的心清净，我的心无清净。我哪会当甲伊比呢？伊心内无贪嗔痴慢疑，我也有啊，我就不如伊啊。伊无我，我有我，我接着这心是我，我接着这会当思维、会当想象的，这是我。人拢未接着了。比袂到啊！孔老夫子有人称为是圣人，圣人当中的大圣人，这是至圣，这个无上圣人啊！伊老大人一生用什么心态去求学呢？那运动啊，学习的，实力不足，心力好过。讲得真清楚，我家己一生无创造，无发明，我所学、所修的、所教、所传的。教导学生传呼后世，拢是个性先贤的，无家己的物件。这个书行啊，无书行呢，就是书心自用咯。自心自用就是好定过去啊，因为现在赢过古早时阵，这个观念错了。
错个真大咯，错个太离谱咯。啊，咱如果唔是讲即几十年来啊，圣贤典籍诶熏陶，那么唔知影，咱嘛是错咯。但是家己唔知影家己错，认为家己是对诶。外头担心诶，认为古圣先贤是错诶，认为佛家经典是错诶。该在最近二三十年，量子物理学家真正掀开宇宙的奥秘，竟然甲佛经讲的是同款的呀！因啊救了佛教啊！您替释迦牟尼佛做证明吗？原来所发现的研究的，原来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就讲清楚、讲明白了。那科学如向头前去发展，对大乘如利益啊！科学接受了，科学肯定了，无来另一本书啊，叫做无量之梦，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延寿国师圆圆观内底所讲的三种周边。无丢人生的真相，第一个周边是能量，无论是物质现象，或者是起心动念，念头啊，这起就周边发界了。华严经上是安尼讲，无人相信啊。古来大德甲咱讲这物件，咱读到了，或者听到了，半信半疑啊。半信呢，咱对什么所在失去信心？是凭这些人的德行，这些人啊，未当蒙古，未骗人的啊。咱相信你啊！第二那个是这个啊，咱啊想不通，为什么有这个现象呢？这个现象理论依据伫倒位唔知呀？啊，虽然经典呐、啊、是啊讲清楚，咱看无啊，啊，咱实在讲。看到科学的报告，我倒转来过来看这根据，有了解一点啊。为什么还有科学实验做证明啊？无这科学的报告，真正是半信半疑啊。这原因什么呢？咱的心无够清净，真正清净心，清净心就是禅定。
就定生灰啊。定中你把这事实真相看下到了，你就相信。所以佛在讲有掉的这现象，就是有掉的元气。哪会讲有这代志呢？八地以上啊，这看会到啊，叫冤教啊。这地以前都无看到啊，八地菩萨这会接触到。八地以上，九地、十地、顶格、妙格，我会为主啊。大乘教里面菩萨的顶级，我这里的阶级，最高的五个拢总有看到，只有因清楚、因明白啊，因真正得到受用。那受用什么？大自在啊。那因所证到叫做清净法身呢？清净法身无相，清净法身伫倒位？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伊拢伫个。一切处、一切时，伊拢嘛伫咧。伊就亲像虚空共款，伊无任何形状。三种现象伊拢无啊，这三种现象都是物质、精神、自然，三种现象无。那不过伊灵现啊，也变。什么所在人有感，该有感，伊就伫什么所在出现？念经上所讲的啊，当初出生。随处灭尽啊，感伊就现，感若失去了，伊就无了。这叫做的大自在啊，变化界、虚空界，无处不现身。随现身，现身是帮助众生解决问题。问题解决，伊就无去了。伊个啊，回到上一公去了，真自在啊，分量都未留落来。那为什么要留分量？无必要啊。有分裂就会有麻烦啦、啊，无分裂什么麻烦都拢无咯。问现自如啊，问现自在啊，有缘就现，无缘就问啊，大自在比啊十不脱自在较侪咯。是佛陀来对人无死啊，无明失去，无断清气啊，是真自在，比袂着上一公的自在啊。上一公是究竟圆满的大自在，当地菩提之道都是方法。佛利众生的方法，就在动念是法，救助不灭，这是加难的啊！这阵祝福爱加这个法，这个法讲义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，合义呢就是《即部经》，
就是这个持名念佛的方法。善中之善啊，无比这个更善的啊。啊，现在人最爱是什么呢？最爱就是钱啊，无就无爱钱啊。那你爱钱，我就用钱来做些比如。这个世界是啊，变化界啊，一共界来对，第一银行啊。阿弥陀佛是这银行的总经理啊。啊，咱今日念阿弥陀佛，就是向这个银行加股东啊。一声佛号就加一股，一万声佛号你就加一万股。叫做世界上啥人的，你有股份伫内底，就是你的啊。啊，叫做世界是对对来的，是阿弥陀佛无量劫前的因地，亲像咱这款身份，这个修行发四十八愿，这四十八愿用五劫的时间就是了。所以，极乐世界是啊，四十八愿功德的成就。这都是阿弥陀佛的本旨哈。建立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带头啊！咱现在拼命去投资，咱有高官呐、啊。这个世界咱底下有一分呐、啊，咱呐投资力量愈多，你的叫世界身份地位就愈巩固啊，就愈悬呐。你的世界是极乐啊，无苦无灾无难，人伫迄地无。烦恼啊，无忧虑，无牵挂，无病痛，无地名，人人拢是无量寿啊！对无量的无量，最后修成真正的无量。你啊，正教上一讲，正教庙甲古位。你就真正的无量，顶格也是无量的无量，妙格真正无量了。对有量的无量，你无量的无量，机会难得啦、啊！什么款人在掌握一条呢？心内佛号不间断，这个人会掌握着。心内有阿弥陀佛，嘴里常念阿弥陀佛，嘴里常念是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，家己念佛求生净土；第二是教化众生。影响别人啊，所以说声念佛是助你利他，助他量力啊。无出声念佛，只有助你，无利他。
道理真正啊，创清楚、创明白咯，你就会认真去做啊，细心大地去做啊。啊，念佛这个方法绝对啊，唔通中断啦、啊。这都是讲是化久住不灭啦、啊，为令久住古文动见其机。咱的修学要坚持啊，咱的啊弘传要坚持，唔通中断嘛。最重要就是啊，培养恭敬的法师，这要坚持啊。真正发心，弘法利生的，咱来专心专力去甲帮助伊，照顾伊。成就伊，我佛法救助世间，无得非实啊！这个会来对上惊的啊，都是啊，助战回他。这是一切众生真容易犯的过失啊！总认为家己比别人较强，傲慢心嘛、啊，升起来了，嫉妒心升起来了。来知影傲慢嫉妒是非佛法的，是咧灭佛法的啊！这点爱知影，偌济人我咧扶持，我咧弘扬，但是伊嘛咧诽谤，伊嘛咧障碍。所以咱咧修行，往往变成什么功过抵消咯。而一世人。到最后拢无成一项功咯，所以啊，也过都爱受业报啊。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啊。下面果报丝毫不爽，你无办法走下去啊。特别是伫咱这代，随时随地，你只要细心，你就会看到。到你看到了，敬德的心就会升起来。我要有成就，我袂当犯这故事。我若定定犯这个故事，家己这一生当中决定袂当成就，方法做了一世人，也得要去恶道。去恶道来对比较较好一点啊，你今仔学佛，对到恶道修的罪比较较轻，袂当无修的啊。你该想看提婆达多，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伊甲释迦牟尼佛是结拜兄弟，会好出家啊？有一个不善的念头，看着佛。受到这么多人的尊敬，
伊嫉妒心生起来咯。啊，总想讲家己有一天会当处理代志啊。家己嘛，讲经说法啦，也未少会多讲得意。伊讲经回谤释迦牟尼佛，表心入意，批评释迦牟尼佛，这都是违背本师离经叛道啊！也想要害释迦牟尼佛，在释迦牟尼佛时代啊，五业罪内底有一个出佛身现，就是啊提婆达多这个故事啊。世尊因这个团体是住在野外山林内底，就开始熟啊。也每天去到祖乐，就是咱来讲的乡镇，城市去突破。因啊，所行的路线，提婆达多真熟，拄好，伊啊，都爱通过一个研究的研究加变，爱通过这地啊，所以提婆达多就在山顶。准备一块真大石头，佛陀佛对山脚经过，伊个石头个摔落去，想要个佛弄死啊！佛的福不大，有护法神保护啊！石头摔落的时阵，韦陀菩萨在空中用金刚杵个接着。就头就吹起咯，那吹起这吹皮，弄到释迦牟尼佛的脚盘，老废咯，就留这香吹咯，出佛神血，我亦罪之一啦、啊，这是想无害老师啊。做什么原因？做嫉妒障碍，想要处理代志啊，做这重的罪，最好就甲大家啊解释清楚，是了后对无间地狱。阿比地狱，阿比是梵语，对无间地狱，五种罪业，对是地狱啊。五种罪业头一个，杀母亲啊；第二个杀父亲；第三个杀阿罗汉。阿罗汉是代表老师啊，第四个出佛身现，这代表什么呢？灭佛法啦。第五个破和合经，一个啊，真好真如法的修行团体，你做下行事，给伊破坏，我大众对伊生起怀疑，每个在入来这个道场，
这五种的啊，叫做五逆罪，比十恶也搁较严重。十恶对地狱啊，这五逆对无间地狱。不容易犯不？真容易犯啦、啊！所以，咱来认真学习，绝对无私心啊，无贪嗔痴慢，无嫉妒伤害。你这会当啊，永远不退转入正法。咱受到别人的害，不要紧，绝对不能去害别人。这道理爱办啦。古代的教导人，我今天在海外，也是在劝导大家啊，用中师慈悲来啊化解社会冲突。中师是儒家讲的孔明之道啊，《论语》来对讲，夫子之道，中师礼义矣啊。佛法是慈悲啊。孔子讲忠信，老子讲三宝，第一个是慈，慈悲啊；第二个是俭，节俭；知足啊；第三个唔敢为天下先。为什么呢？啊，你啊，别人的嫉妒障碍，咱啊是讲真正去学，别人的德啊，别人对咱的好处，念念不忘。啊，怎样不稳啊？未报人的怨，别人对我安怎唔好？诽谤啊！忽略我，欺骗我，陷害我，一笔搞笑啊！免放在心内。啊，颠倒都爱甲感恩，为什么来甲我考验？我心受忍辱的功夫啊，我心底受清净无？哎，看你考验，无万分的啊，无嫉妒，无障碍。未去报人的怨，分人之过不分人之功，甲人做会共事，有过失我来承担。有功德替予别人，好啊！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文人之恶，不文人之善啊，我一生啊，未辜负别人，会当承受别人辜负我，我未谤别人，我会当承受别人来诽谤我。爱以亲心来提拔别人，看来这人会当个改，会当成就。专心专力的帮助，
甲人做伙共事，一定爱热情啊！啊，尽可能唔通引起别人对我的嫉妒、障碍啊！嫉妒、障碍，实在讲。人啊，只要真正有我，人对我嫉妒障碍拢会落空。结罪未够啊，结罪，甲啥结罪？爱甲得到利益的人去结罪，比如讲钢筋教学，因做啊新书，甲这都已经毁掉。咁我会结罪未？未结罪啊！甲啥结罪？甲这个道场无缘的听众啊，甲因结罪啊！因听经文化的机会无咯。结罪是对这方面的，这是什么呢？断一切众生的发心慧命，这是一定罪啊！第二定罪呢，障碍如来净化诸色啊，这两种罪都是啊无间地狱，伊无害着我，我感激伊啊，我也搁要甲家己修学的功德回向哦。为什么？伊对地狱啊，希望较卖受这么苦。总是要用怜悯心对待人，为什么？伊的本性本善啊，伊本来是佛，也做出这好多的代志，是一时未歇啊，也一定要用怜悯心去看待，唔通计较，若有不服，你会看得真清楚，伊现在做的业。你将来去倒位去？你还看到古伯的时阵呢？啊，你会怜悯你啊！心量爱大，爱当包含嘛，唔当听谣言呐、啊。因为这组种啊真多。啊，这个人是会当造就，迄人讲，啊，你唔去厉害呀，伊是只歹人，他好，啊，咱就放弃咯。咱那放弃是有过失啊，咱无罪有过啊，但是伊有罪，也罪当咯。啊，这个代志啊，在我的一生当中，遇到真多摆啊。我家己有亲身的经验，我和别人误会，别人误会我。这代志常常咧发生啊！我知影讲，这社会弘扬正法是非常艰苦的一项大代志啊，太难太苦了，众缘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我家己嘛知影，迄是好人，想要甲帮助。不过周边的人不温准，无同意，啊，就刷咯。周边这人作业，作业伊爱承受果报，果报无好啊。
伊为什么安尼做呢？无非就是嫉妒障碍啊，无非是争权夺利啊。咱这个团体太小了，无大权，也无大利。啊，有人烧钱无？有啊，唔是无啊。我清清楚楚，我现在不闻不问了。为什么我是希望讲，我赶紧来去结了世界，我无想要待伫家咯。所以啊，恁无论做什么代志，我拢欢喜啊，做你去做。啊，每年这大灾难真正。那是讲要爆发咯，我甲香港董尊王啊，我相信灾难来临啊，迄个时阵啊，忽然来接应我，我有这个信心，好事唔是歹事啊。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在经典里面教训人，劝导人啊，咱这一生唯一的目标方向正确咯，这报父恩啊，这报老师的恩，立地洪明啊，真心回归净土啊，做阿弥陀佛。真实地主，像经常讲的第一地主啊，咱来啊认真去做。所以自心自用是非常可怕。上惊是甚么？上惊是发生伫家己，家己也唔知影。那不是讲，逐天去反省，逐天去忏悔，逐天去改过，难，真困难。我对李老师十年了，底下学了真多教训，最重要，唔能去得罪任何一个人。伊做歹代志破坏佛法，嘛唔通去得罪伊，嘛免去劝伊啊。为什么伊未当接受啊？未当接受你个劝，伊就变作修人咯。这未当唔知影。李老师伫台中一生教学，我亲眼看到。会接受老师才会真正喜欢，会当接受老师非常客气，甲我讲绝对唔能甲人结恶缘，行顺众生随喜功德啊！会接受一分的加一分，会接受两分的加两分，这是真实智慧啊！即个接受一分呢，加两分，一分你吸收未入去啊，你白加咯。而接受十分呢，你只加九分，你都不去啊，以后一分也无加啊。啊，这是教下来最最无用的一件代志啊。哎，常常想到人生难得啦，佛法难闻啦，这人生啊，足无容易的啊。这人生拄着佛法，那未当掠条的，那未当讲伫这一生成就，那就太可惜了。那若要成就，你来真正放下，这不是讲滚球的啊。
啊，彻底放下，你才能确立境界啊。那有一何殊心，就是障碍，严重障碍。所以后面的这四句讲得非常好，无得为梦，精简经法，这是讲流传法宝，唔通随家己的意思去改动伊啊！一定爱尊重。经典里面的原文、原意，安尼去传落去，然后就总结的讲落，该离经一注，便当魔术啦。那经典内对达理达句拢爱遵守，离开经典是魔术啦，伊毋是佛术啦。咱能够看下面的这段经文，常念不绝，这个道节，我化如是，作如是说，如来所行亦应随行，正修福善，求生净察。念路在注解里面。啊，咱讲咯，有经八句，头前咱念这八句经文，是为专经之总结。这经啊，特别讲完咯。这是流通分，最后一个单元有六篇经，这八句话是专经的总结，经中修行的功要啊，世尊初回所说之登行。无处故终，到这地就结束了，登行结束了。故知此八句，是为净宗之尾后句啊，专经之结束句呀。这是在这回来对最后的回教。下面一品是寄相，到这地是登行，登行啦，到这地就结束了。是八句，理事侪种，总是彰显有理有事，正作并现，有正有作。如来必中好盘突出啦，如来必中是什么呢？发心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是阿如来必中。修古常念不绝，这句话重要。什么叫做常？常是不敢断呐、啊。
大势至菩萨，离万通中内面，加难念佛的方法，多念六根，净念上戒，上就是上戒啊。多念六根是什么呢？就是慢也放下，啊，就慢去看，无什么好看，你看唔能去听，无什么好听呀。若根对于外面的境界修顿来。也当把五欲六尘都放下，你清净心就逃出来了。清净心是真心嘛？用这个心去念佛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这叫做上念。上念不转啦。啊，经就是这部无量寿经，注解下面刷来讲，如本经往生经音品中，开始条一句的原文，文处经典修持特相。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，正是处处常念不绝之意呀。这部的经典不容易去听到啊。为什么？中日战争的时阵，七十年前呢，夏令基老基师把这部经典回行咯。虽然经典回形无广泛啊流通，知影的人太少了。在大陆上流通非常非常有限，真侪人唔知影。如行法师来到台湾，伊也亲近过，夏老基师啊，听过夏老基师讲经，把这个经本。把两本来到台湾，送给李老师。李老师看到这个经书头前一品长书，是伊个老师写的啊，没恭喜啊，看了非常欢喜啊，感动，想到老师文典。你台湾讲过一遍啦，啊，有一两摆，大概也都是两三千本啦、
以后都无因咯。啊，这边讲完了后，有障碍，都真侪人批评，伊都唔好阁讲咯。伊讲这个经的时阵，我也无甲伊熟悉啊。我期待中，伊啊第二摆讲《无量寿经》用空真楷的这本，所以我听《无量寿经》是空本，啊，不是这本。啊，《无量寿经》听完了后。好书噶，下年记回一本。介绍好我，我即知影有一个即款的版本。现开来读诵，无量欢喜啊！为什么比空经卡迄本较好读啊？年干。意该啊！我看到李老师当年讲经的注解啊，伊的注解真简单，就是注解伫经本顶面叫做微注啊。这个注解我有印出来了。老师完结的时阵，咱这个印的啊。印一版本啊。这量上大呀，有通知国内外，伊讲这个言偌难得啊！啊，当年我得到老师的啊这本，我向老师报告，我来学讲啊，老师无同意。什么原因呢？是讲你上少戏，万一有人甲你批评，你袂当招架。啊，迄摆语言是韩馆长五十岁。等于做五十岁生日祝寿啊，讲无量寿经，老师劝我唔通讲这经，该讲楞严经啊啊，讲楞严经啊，无人会讲话啊。那像迄时阵，咱这个白文的经经本啊。印啊，一千本，根本甲大家结缘咯。该讲楞严，所以啊，不容易啊，真正是太难太难咯。那一滴蛋糕，李老师完结咯。那个时候我在美国，大概时间较长，五年，把老师这本啊扯出来咯，想着讲，我要报老师的恩，用什么方法呢？印经啊，印老师的注解。印一万本啊，用这功德回向给老师啊。无想到伫海外，想到真正多同修的欢迎啊，来找我，希望我讲一遍啊。所以我第一遍、第二遍拢伫美国、伫加拿大讲的，
那对美国回来台湾应该是第三遍第四遍，我会记得那几年我也是把华严经停下来，这个经是中本华严嘛，没想要再找麻烦咯，讲过十遍啦，在美国拄着黄连路，无量的欢喜啊！当时讲这部经啊，弘扬这部经，厉害我，我一个人，无第二个人。再怎样讲，在中国国内只有一个，嘛无第二个人。这么多年来起作用了，那国内国外都知道说有一本，虽然有很多障碍也都突破了，但也有这个耐心，也有忍辱的功夫，也不受任何影响，我自己认真学习啊，动手也未少，真好啊！咱的心坚定了，你的信心也坚定，依照这部经典修行，任何往生的这些人啊，真多，非常稀有啊！特别的啊，增长咱啊对这个法门的信心。那那坚持啊，到底啊，绝对啊，未改变啊。这是第十一遍，我讲念落的注解啊，嘛是报念落注经的苦心嘛。规身躯拢是病，啊！你的时间完成注解啊，这是集英伦古代的注解之大成，所以啊，伊这注是集注啊，引用英伦八十三种。啊，古代的个著作101种，日本、韩国正宗大德的著作9种，总共193种，注解一大成。对末法时期以后9000年，做出最大的贡献啊！啊，咱知恩报恩啊，爱甲伊啊发扬光大啊！啊，帮助以后有缘的人，拄着这部经典。会让生起正信，啊，会发愿求生净土，功德无量无边呐、啊！今仔日咱拄着了，还珍惜这机缘，绝对唔能会空过咯。这是常念不绝之意啊！啊，今仔日时间到了。那学习到这点啊。